小伙伴们，快快睁开你们大大的双眼，看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最新的一款男生皮肤，而且它还没有命名，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卡罗尔的 CP 皮肤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卡罗尔有一只小幽灵，而这个男生也有一个小幽灵，并且这个小幽灵一直陪着这个男孩子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幽灵在这个男孩子的头顶，小伙伴们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谢谢。我们看到卡罗尔的出场动作就是有一个幽灵伴随着他，而这个幽灵忽然之间就不见了，那他去飞去哪里了？小伙伴们，其实我们从简介中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这个小幽灵名字叫白夜，而这个男生他恰好就穿着白色的裤子，白色的头发，并且这个幽灵喜欢待在这个男孩子的头顶，所以说卡罗尔的幽灵消失以后，其实就是跑到了他情侣那里，也就是这个新的男生皮肤刚好落在了他的帽子上。而且我们发现这个幽灵都喜欢待在这两个皮肤的手上，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呢？